样东西？哪两样东西？有没有人知道？刚才我们知道是手机吧？手机跟什么东西？一 PDA， 二 PDB， 三还没呢，还没呢。三什么？三你说？三你说 ？PPC，PPC 错。三是 PPP。哇，奇怪了，我是主持人，你是主持人，不立来主持啊？所以一是 PDA， 二是 PDB， 三是 PPP， 四是 PPPP， 五是 PPPPP， 一、二、三。啊，手机啊，错，答案是 PDA， 所以这题所有人都答错，请放下。哎呀，答对吗？是一个编辑程式，你知道吗？你甘愿一点好不好？请你这位先生小姐，请你把 B to C 这个袋子放下来好不好？参加我们的活动，尊重我们活动创意啊！一、二，哎，刚才问什么问题？然后问 PDA。哎 ，PDA 是不是 P 啊？不等一下，我不能，你怎么这样子呢？你怎么可以把答案 PDA 告诉？我很想送礼物。阿姨，我也很想要啊。什么东西 P 什么东西？一、二、三。没有讲我外婆比较，一、二、三，我外婆比较 PDA。OK， 哇，这位先生你是流氓是不是 ？OK， 是流氓是不是？来，再问个问题好了，再问个问题好了，赶快来。问一个问题，想要上我们摩比家呢来购物，要什么样的资格？第一个要有女朋友，第二个要经过爸爸妈妈的同意，第三个要有会员资格，这非常简单的，我数一二三，哪一边比较大声，哪一边有机会，好不好？来，一、二、三。什么会员？会员。哇，差几点嘛？啊，爱心公我爱我回家。OK。啊，差几点嘛？啊，送给你好不好 ？OK。现在呢，你看，你知道刚才人家为什么打到给我吗？因为他们刚才上了我们的网站去看，觉得我们的产品非常的实在，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而且跟别家比起来好便宜哦，所以打电话跟我订购，这个点还能待。啊，待会我们就送给他了。OK 哦。全国刷卡最低价的。没错，没错，没错。那我们待会要不要玩我们的冰果游戏？啊，对，我们要玩冰果游戏哦，因为我要送出我们的大奖哦。好，来，来，手上呢，外面一张冰果卡卖100块，我们就，哎，我们卖80好了，还是要，还是认为要免费给冰果卡的，请举手。啊，要，哎，但是要伸右手才有哦，伸左手的没有，很抱歉哈。来，伸右手 ，OK， 来，不要抢，不要抢。如果你很想要，如果你很想要，要说我爱摩比家，麻烦一下，好来啊。讲得越大声越大张，很笑了，还有越大张 ，OK 好、哦欸，我也可以发 ，OK 啊、哦，赶快啊、哦，啊、哦，一个人只要拿一张就好了 ，OK 啊、哦、，OK， 赶快啊、哦，弄完赶快、哦，不要折哦，啊，有折到了就算弃权哦 ，OK。然后赶快拿笔啊、哦，跟旁边人借一下啊、哦，画要画星星哦，嗯，你不要给我画一只星星哦，啊、哦，先讲好啊、哦，画天上的星星哦，来，我们现在开始抽奖啊、哦，冰果抽奖来，今天呢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呢，名会场活动主持人，他每抽一个奖就会脱一件衣服哈、哦，来，今天要抽出第一个奖了哈，太多了，没。我们这个活动全会长只有我们有哈，每抽一个奖就脱一件，你看衣服，你看看，哎，有没有？待会有没有未满18岁的先讲好有没有？啊、哦，有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的？有哈、哦，那这位小姐就警卫先把她带走好了啊，给啊，有。我不要好了，待会被他骂。他是黑，他爸爸是黑社会的啊，来。得比手机更大的奖，哎，绝对超过手机两个字啊！大手机，大卖场有没有中大卖场的 ？OK， 有什么好高兴的，每个人都有，好不好？要记得自己要画什么？啊，赶快来！来对，后面那位是那个美国 CNN 的，没有专门来采访我们啊。那第二个是讨论区，讨论区 ，OK。要讲我爱摩比家哦，看谁先讲哦，一、二、三，快点走，快点走，一、二、三，你们走，来，先请上来，请谁先上来谁先赢啊，谁先上来谁先赢啊，我啊，马吉波，来不及啊，我们先女生先的啊，马吉波，这位先生差不多哈，如果你先上来，而且又是男生的话哈，就是手机两台了，好来，差一点点哈 ，OK， 好，小姐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可以一支笔回家睡觉，永远都不可以让对方参加活动。
以得到大奖。请问你要参加哪一种？得大奖。得大奖啊 ，OK。哎，这样会不会很无聊？谁会说我要拿一支笔，永远都不可以来试吗 ？OK， 来，哪一个？左边，右边。左边。左边，然后来。那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我帮你开，手续费200，一个是自己开。OK， 好了，我不这么无聊。哇，这个3000多块了哈，3000多块的背包了，直接背包好来 ，OK， 好，恭喜你 ，OK， 恭喜，好，第一阶段大奖送出去，第二阶段又继续送奖的，继续玩冰果，待会，每次跟他穿的就是仙杜拉千变万化妆，不够手哎、欸！今天在广告那个就是这个，你看你看，待会我来告这边请，不要看那边，待会亲娘们就来了啊！好，现在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欢迎我们林会长节目主持人赵婉如小姐，拍手！各位姐，已经开始感冒了，各位姐有点像明星的感觉。加两个数字，一个是七，一个是啊，一个是第一个七六啊，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没有。好了，第一个，对了，来，是手机资讯，爱心哦，可以笑，要现在只看爱心的而已哈，只看爱心的而已哈，来，赶快好来，你看美国 CNN， 你看全程录影我们的活动啊，到美国现在跟纽约同步实况转播。第二个是关于摩比加。有没有中了？你就会中，有炸糊的话就脱衣服啊！你先生两个不可能中，好不好？啊，爱心的哈，要画爱心的哈，啊，再有人炸糊就要脱衣服了啊！赶快好来，加油加油！记得我爱摩比家第三个二手资讯有没有？爱摩比家，来小姐来看有没有炸糊哈？啊，我希望你不要炸糊，否则你就要脱衣服。第一个选择呢，我介绍一下，对，第一个选择呢就是这个送给你，然后你第二个选择呢，你是可以参加的。哎，答对。你要参加哪？你要哪一种？摸大奖了，来，赶快来，就好来，赶快来。有没有那么凶啊？哎，你还要选择啊？你可以选择两种，一种就是说我帮你开，手续费200。另外一种就是你自己开，啊，完全都不用钱，奖品就是属于你的。啊，但是如果你找我开的话，200块手续费呢，奖品我跟你对分。好，来，你看要哪一种？来，一、二、三，自己开啊。OK， 小姐好抽啊，会不会无聊？荧幕保护贴，哇！其实我们今天最大奖就是荧幕保护贴啊。OK 啊，哇，这年得到荧幕保护贴真的是恭喜你啊，这是好恭喜啊。好，待会啊，待会。工作人员帮我拿，待会在旁边领好不好？啊 ，OK。我告诉你们，其实里面都是小奖，真正大奖要丢的啊！来，荧幕保护贴在这里哈、哦，你要选择恐龙还是选择那个鲨鱼？鲨鱼。啊，对不起，只有恐龙啊，来，赶快啊 ，OK。OK 啊，其他的观众朋友们，目前手上没有奖品的，先举手好吧，来。举起你的，想要拿一个的手就举一，把那个手指头比一；想要两个就举二，好吧？那我知道一下吧。来，我数到三了，那个板你没有讲，那我知道怎么丢，好吧？一，我数到，先放下，好来，一、二，我数到三，好来。对，你们要几个奖品就比多少啊？哦，那如果要更多就比双手啊，哦，最多只有10个而已哦。那我对不起，很抱歉，最多一个人只能拿10个。能不能答应我这件事情？最多只能拿10个，不要超过我没办法给你的，我这个没办法，好不好？好，好了，准备完，一、二，我们要不要彩排一遍？不要，还是直接就赶快结束今天活动，好不好？我数到3啊，这位小姐发生什么事情？好，好，来，我们刚才一次丢多一点，好不好？好，那我们手举高，好不好？好，手举越高怎么样？智商就越高。可是我们回答问题之前，我们先问你个问题啊。
请问你们心目中最喜欢的手机网站是哪个网站？我们家卖什么东西？手机。再到哪边去提货？手机。OK， 他都会啊。OK， OK， 好，现在开始我们的大赠送了啊。那是去年的事情，好，OK，好，再一次，要不要彩排还是直接来？直接来。
我数到三啊。我爱摩比加。好，我爱摩比加，大声一点，我数到听到三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了哈。奖品丢完之后，大家拍说啊，我爱摩比加，我很疯狂的时候，然后把奖品全部拿完的时候，就结束今天的活动，简不简单？啊，哎，大，哎，你干嘛？发生什么事情？这位先生，你是匪谍的，要不要彩排还是直接来？直接来。好，OK，我数到三啊，一。数到三啊，一、二、山有山有，哎，啊，不用，没有无聊，没事，唱这首歌好来。我本来要唱山哪、啊，一、二、三，我爱摩比加，拍手不要停，一二三，我爱摩比加，没有听到声音哈。大声一点，哪边声音大就哪边哈。听不到，大声拍手说我爱摩比加，一二三，大声一点，不要停啊、哦，哪边停就没有，一二三。谢谢大家，好，我们今天活动到此告到，待会过了半个小时，我们活动继续回到我们现场，欢迎光临世界上最棒的手机马赛。
场，待会绝对送出我们价值33,300的个人电脑。现在，待会啊，我刚想要出来的时候，希望大家掌声热烈一点，因为我们呢，濮阳这边别的没有，奖品特别多。待会希望大家让我感受到大家那种热情，那种鼓掌。品就一直丢，好不好？待会等到我们音乐下的时候，就请我们华视发电厂的女主角王彤小姐来为我们颁发出今天的第一大奖啊！个人电脑一台，价值33,300。来，麻烦我们的王彤小姐出场 ，music。30几年从来没有人献花给我过啊，人家随便年纪轻轻，你看看，马上一束又一束的鲜花就来了，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啊！怎么没有献吻啊？不是，好，不重要，重点是工作人员赶快把电脑搬出来了。好，我们待会由王彤小姐要亲自赠送个人电脑一台。我们活动预计10分钟之内结束，所有的大奖哦，不管是电脑、不断电系统哦，不管多贵多便宜的，一次把它送出去。工作人员麻烦电脑搬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节目就是这样，绝对不作假。来，王彤小姐，好，对不起，我讲太多话了，害你很无聊哈。不会。你知道今天来干嘛？我知道，送电脑。送电脑，你看他知道哦，他都敢保证电脑一定送出去，大家就不要怕拿不到电脑。你想怎么送？随便送。小姐的个性就是这么随和，3万多块的东西她就是随便送，不啰嗦，保证送一定送。好，那今天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呢？现在好穿，真的很有创意。好，有人鼓掌哎，我真的最喜欢。刚刚有鼓掌的举手，刚刚有鼓掌才举手，没有鼓掌的千万不要举手哈。那我们要准备要摸彩，那要有奖征答，我摸彩上先拿出来。没有，给我要摸彩，来，可以拿你。你要先问大家问题。好。问大家问题的时候呢，大奖就在里面，只要答对的话。可是我要先讲游戏规则。待会啊，你问完问题之后，可能会有很多人举手，那我们就数1、2、3，谁最快举手喊濮阳两个字就好了。谁最快举手喊濮阳，就选他上来抽抽看。好。就这么简单哦。来，那我们先问问题。请问。大家应该都有看女生向前走。有没有看女生向前走啊？有，说得好。不知道问什么，你问一个难一点的，我帮你问好了。很难啊，可能有些人不知道，那没有关系，不知道的可以问旁边的人。第一个问题就很难，请问啊，我们这个女生向前走，演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几点？好，当然我也不能偷偷告诉大家哦，是几点钟，但是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那照刚才的彩排那样子哦，你数1、2、3，看谁最快举手，最大声喊濮阳就选他哦，记得哦，来。1、2、3。来，就随便选一个。哎，随便啊。哎，好可怕，还是要做个决定。好漂亮的什么？的男生，你不要以为他看起来比较凶就选他，好不好？虽然大家看起来眼露凶光，一副会怎么样的样子。来，你要先讲答案啊。八点几分？8点整。8点整，好样的。来，请，我们只开放3个名额，如果抽奖抽不出去的话，直接电脑拿起来丢出去，绝对不啰嗦。工作人员在帮，我们每一场都一直丢，上一场丢这个，这一场丢电脑，这场不丢我随便你，绝对要丢出去。来，先抽，只要你没有摸中，3个名额没有摸中，我们就直接电脑带回去。几号？五号，恭喜你获得我们高级精美多功能800合1超级无敌世界好用发光照明笔一组。拍手，我就太高兴了啊！大家今天真的是配合度
三个大蛋糕，想要不送电脑都很难。来，我们第二个问题。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很尴尬，问完之后再没有人送出电脑，我们就要直接丢出去，请再问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可以问难一点的啦。好了，我来问难一点的好了。我们知道啊，女生向前走这个节目相当的好看，但是很多人还不知道它在哪一个频道播出哦。我们来让大家选择一下，一华视，二花视，三近视，来，请选择。你要选啊，一二三，换你选，换我选。这么给到的事情交给我，来，首先放下来，现场观众超过2万人。一二三，来，你要选啊，你选啊，我选哦。不行啊，这样子我真的压力很大。哎，我们来玩个游戏啊，谁捡到这颗球就选谁，好不好？因为大家都知道答案，我直接丢出去。在旁边人没有奖品啊，讲过多少次，看展览要站中间，谁捡到这颗球就直接上来抽。哎，小心不要跌倒。好，来，千万不要站上舞台哦。来，一、二、三，没有人喊苦羊啊。我先放下来，我讲过多少次要喊苦羊哦，哪边大声我们丢哪边，好不好？来，一、二。这台价值7777的无断电系统，如果你真的运气真的很好，抽到我们这个一号的时候呢，一号呢，抽到这个一号的话，就直接电脑抱回去，这样很公道哈、哦。里面也没几颗球，10颗球。那如果你没有抽到的话，我们就直接用丢的喽。好、哦，紧张哈、哦。好，来，准备了哈、哦，准备好。不过先生哦，你长这么高，如果没有抽中，千万不要使用暴力，好不好？我知道哈、哦，来。不相信啊！五号很可惜，差一点点，哈哈哈！五号获得我们高级美容组，也是不错。那现在，时间有限，我们活动预计在1分钟之内结束。待会很简单，所有奖品丢一丢，结束这一场的活动。啊，因为我知道你还要赶场，很辛苦。好，那我们先送个小的，7000多块在我们家算小奖哦。那我要先测验一下大家有没有接奖品的能力。好，请大家高举你的右手。所有的奖品都只能用一只手接，好不好？来，交给你了，数一二三，你听到哪边虎羊大声就往哪边丢，只能用一只手接，掉到地上重来，先练习一下。来，小心来，一二三，一只手，一只手，哎，对不起，还打起来，我看到有2只手的影子，大家要注意啦，那么小的东西都接不到，这台丢下去或者是这台丢下去的时候，哎，很重，哎，电脑丢下去，当场被打到头，到现在还在后面昏迷不醒。要不要叫他出来给大家认识一下？好，是不是？那我们要叫他出来给大家认识一下，还是要直接丢奖品？直接丢，哎，大家都直接丢，那我们就让你继续休息哈。那因为哈这个东西真的也是蛮重的，那我们换个东西好了。昨天我去钓鱼啊，淡水。
水河边钓到一只这么大的鱼，很可爱，称一称有十几斤。待会谁只要捡到这只鱼，直接上来换这台不断电系统，来交给你了。价值7777块钱的高级热带鱼，只能用一只手接哦。来，准备啊，哪边大声才丢哪边，要喊捕羊哦，不要搞错了哦。来，1、2、3，捕羊。这位小弟弟以如此的身高竟然拔得头筹，真的是太可怕了。马上获得我们不断电系统一台，还要握手，你看看哦，被夹哥被打包。来，麻烦我们王彤小姐颁奖一下。那这时候我希望听到一点小小的音乐，有没有鼓掌之类的，我们就直接拿哦，还不要，这个人太现实了，完全是看在我们不断电系统的份上。现在电脑你喜欢丢哪一个？丢哪一个？这样好了，我们来玩个小游戏好了。这里有个袋子，乍看是空的，实际上也是空的，但是呢，决定大家命运的东西就在这里面。请你手伸进来，拿一个球出来。这里面竟然有这么多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那不重要。好，重点是呢，这里有很多球。我要吹你这样我还敢吹吗？我们再拿一个好了，你吹得起来吗？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气球吹起来，然后直接丢出去，谁捡到算谁的，不啰嗦，一样一只手，难度比较高哦。哎呦，真的假的？剩下的要不要我帮你把它完成？赶快赶快，加油加油！我们王彤小姐亲自为大家吹一个很爱心的气球，好，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还要擦一擦。不错，有卫生观念。赶快，这个气球目前价值33300，好，关系这台个人电脑，谁捡到这个球，直接带回家这台电脑，直接带回家。哎呀，想不到王彤小姐不止演戏厉害，还身怀绝技。好，那现在30000多块就交给你了，这种出众的工作，好，待会一样，只能用一只手接，但是因为为了怕发生意外，我们限时10秒钟。10秒钟之内，如果没有任何人可以一只手把它接住的时候呢，我们就再丢别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真的蛮难丢。我做了3天，从来没有人接到过，所以你要是有办法接到它，我佩服你，电脑就给啊，就把它带回去哈。来，数到三，一样要喊什么？捕羊。连你都会背的哈。来，数到三要喊捕羊，哪边大声就丢哪边，计时10秒钟，只能一只手。来，准备了哈。来，还在玩？还没来。不要再争了啦！哎呦，还打我！现在的观众很奇怪呢，都没在共共结呢，拿球 K 我。好，我们可不可以培养一下默契？好，我们今天是第二次见面，那培养一下默契。等到我数到三再丢，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好，来，准备好了哈，价值33300的气球即将要丢出去了。大家有没有听过廖天丁的故事？那个廖天丁哈，又称那个义贼哈，他是在这个民国的初啊。没有人想听是，好，那准备哈，来准备了，我数到三我们就丢了，好，来，1、2、3，一直讲有黑社会的背景，那送你我们王彤小姐的亲笔签名，有没有签字笔啊？工作人员有没有签字笔？赶快赶快，现场签名，再送你哦，价值2000块的礼物，好不好？交个朋友哈，千万不要在外面堵我哈。来，我们现在先上来看看我们王彤小姐亲手为你签名，我真的很佩服你，我说真的，做这么多天第一次有人可以一只手接住，真的太感动。先送你这个海报。好，还写上日期。来，上来我们要颁奖啊，赶快颁完奖才能够送电脑啊，赶快赶快。好，来我们看到已经签好了，油漆未干，好，外加2项大奖，来直接送给您。签好了，来，
杯见。来，来，先签好哈。我们数，待会一样哈，我们数一二三，直接海报丢出去哈，然后就把电脑丢出去，然后这场活动就结束哈。来，赶快来，不知道怎么签的，有没有人自愿当桌子的？先送个礼物。有没有人自愿当桌子？哎，大家都。一分钟之内把电脑送出去，价值33,300的电脑直接送出去，就结束这一场的活动。来准备了，先丢出去，一样哈，哪边大声我们丢哪边哈，我数一二三就喊虎牙，来一二三。王彤小姐，你这样子，你们这种行为眼镜都掉了，不要讲好不好？你们两个猜个拳好不好？你们两个猜个拳好，好，好好的一个海报。来，剪刀石头布，夹什么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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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可以去结拜，猜这么久。由此可知，王彤小姐的魅力真的是可以为了两个男人，差点为了你打起来。好，接下来的流程很简单，我们一分钟之内把电脑丢出去，然后剩下的奖品一次全部丢出去。我先拿个箱子在这里哈，我们所有的奖品各准备一些哦，这里有一整箱的奖品，待会呢我们就全部丢出去。流程很简单，先把电脑送出去，然后全部的奖品丢出去，这一场的活动就结束，好不好？这场活动预计一分钟之内结束，我们先把电脑送出去，然后就把所有的奖品丢出去。来，想到我昨天经过工地啊，我昨天经过工地捡到一个东西，那待会谁把它接住，就直接把电脑带回去，这样好不好？没有声音，那不用送了。我再问一次哦，再问一次哦。现在我要送电脑，只要我数一二三，我把这个东西丢出去，谁接到，谁接到，一只手、两只手没关系，谁接到就把电脑带回去，好不好？好，好不好？好，好，准备了哈、哦。那你丢好了啦，好不好？给你个丢出去之前，我们要先看我们的射程有多远。站在我们这里最后面的是谁？来，站在最后面的是谁？老范有没有？谁站在最后面？举手，没有奖品对不对？要不要直接丢给你？这是你那位高个子，我直接丢给你哦。哎，现场只要能够让我看到的人都有机会哦。来，我先丢开，不管你多远哦。叫各位，哎，我们的射程已经有这么远，那我们现在整箱的奖品把它丢出去，好不好？你丢还我丢？给你一些好了哈。你拿一些，我拿一些。我们时间真的很赶，5秒钟之内结束。当我数一二三的时候，大家用最大的音量喊。丢了，大家这样子，再一次，好不好？好，好，我数一二三，大家补羊，所有奖品丢出去了。哎、欸，那个王小姐啊，专心一点，那个签名待会后面再签好不好？观众在等着了。好，我们那个签名待会后面有开放签名，好，为了节省大家时间，来，我们数一二三，全部奖品丢出去，请大家用最大的音量喊“补羊”两个字，来，一二三，来，谢谢大家，谢谢。
的哦。手提袋啊，不管是郊游、旅行、出门在外都很好用啊。8000块钱，有谁要加价？